Game of the year winner is Elden Ring.各位可能今天上午都看了 TGA 的直播了，我也是第一次在油管上开了一个长时间的直播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，直播间里一度超过200人，讨论气氛热烈，感谢各位的捧场。虽然因为 IP 的原因没能在 B 站上开直播，下次一定，结果不重要，这期视频我们来盘点一下之前的那些谣言，哪一些没有成真，哪一些兑现了，欢迎各位来打脸。在我的多部视频中都提到，据不可靠消息，宫崎英高会到现场颁奖。TGA 开场，我们就看到了老贼。如此一来，就如之前预料的一样，年度游戏没有悬念了。后面果然最终大奖颁给了《艾尔登法环》。另外 ，FS 社发布新游戏也在意料之中，官宣《装甲核心六》。不过当播片时看到 Fire Cinder， 还真以为《黑魂4》要来了，吓了一大跳。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这张图上，很多小伙伴看到时说《死亡搁浅2》不可能，一眼假。但小岛秀夫帮我打了脸，死亡搁浅2官宣，以至于我在聊天窗口说可能这张图是真的了，今天会公布劳德环的 DLC， 但谣言还是谣言，该来的打脸还是得来。在 TGA 上并没有公布任何艾尔登法环 DLC 的消息。老贼在最后领取年度游戏大奖时说了一句话，关于艾尔登法环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这个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这脸打得不算疼。但我之前还提到了有谣言说之狼有新作，这个脸打的就疼了，连跟之狼的毛都没有看到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恭喜宫崎英高的团队，艾尔登法环获得年度游戏、最佳角色扮演游戏、最佳艺术指导、最佳游戏指导等大奖，实至名归。连颁奖嘉宾最喜欢的 BOSS 都是马莲尼亚，但是没有获得最佳叙事奖，我不是很同意，你觉得呢？对于 FS4 的粉丝们，2023年应该是个大年了，不仅有已经官宣的装甲核心六，还有老贼承诺的艾尔登法环更多的内容，或许故事又有的编了，肝又有的疼了。最后那个入侵宫崎英高打断年度游戏颁奖的小男孩已经被捕了，粉丝们可以安息了。我是手残的光头麦克叔，点播关注不迷路，